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将你的路途教示我，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，搁教示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倚靠你，我的灵啊，你就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我的灵啊，你来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各位哈西平安，平安，感谢主，因为你是咱的主，所以咱有福气。咱祈祷了咱的主，来讲主啊，你是主，你对世各话最外主。好吧，咱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吟，你是主，你是主，来甲咱的兄弟讲，来甲咱的朋友讲，你是主，你是主，你是主，你对世各话最救赎我的主。你是那个对世人中各话要做救赎我的主，好，咱不是跟人，跟咱的厝边讲，跟咱的朋友讲，咱嘛跟咱家己讲，咱莫袂记哩，你是咱的主，你是主，你是主，你是主，你对世各话做救赎我的主。
刚才拄着一文凄凉，也是虾米大烦恼？这趟唔通常常失志，着将大项来祈祷。今有朋友到咱亲中，甘愿体贴万载无。耶稣在咱心的短处，从这棵树来祈祷。耶稣知影咱心的短处，咱从这棵树来祈祷。咱做伙来吟。刚才拄着一份凄凉，也是虾米大烦恼。你刚刚笑笑嘻嘻，就将答案来遗落。今有面临到这凄凉，帮助帮助咱家己，咱嘛恳求主帮助咱，感谢主回来。
牧师带咱祈祷。咱以为去做阿头，甲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引带我迈出的脚步。有时我的厝里人，我所爱的人，徛起去外地，主啊，我少年的心尊重在，我有法度来去体会主你给我扩张我的地盘，因为着我去大使命的你的引带。也爱阮来去听较济个人，主啊，甲你感谢，阮中间有济济有需要个人，互阮看到阮呾好困难，通去帮助遐个人个时阵，阮就来感恩。阮为着阮王伯伯、王妈妈伫外口带去养老院，感谢主你来引带因，啊，求主你来继续来提起因生活中一切的困难，互阮来关心伊。我都来关心你，就是我的福气。我看到淡淡，看到一个上帝给我一个上大的祝福。我就看见我的学生开始来到我的中间，已经有两个新的学生来到我的中间。主啊，拢是台湾来的，我的囡仔，我的故乡来的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我来看见着你设立这间教会，而且就是为了台北的同乡，我愿意来伸手。来保护因，来关顾因，亲像你咧保护阮共款，予阮即个长伴咧靠垫，上来你会听，来分享予四周围助力好调，来到阮中间的人。主啊，为着你为阮的每一天的保护来感谢主，嘛求主你予阮每一个听上帝的人来保护你的教会，因为主你是这间教会的主，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拢是属于这间教会，为着甲主同行，来看到教会的需要，我就来保护上帝你的教会。看到今日有新的地毯，已经重重的完成，我感谢主。你透过同工的花时间，因的努力，让这个拜堂搁更新一摆，变作清气，变作让阮比较敬拜时，心中是真正是充满了感恩，我感谢主。有这个保护、保守，不是刚看了这个，几多年来，我伫教会中间，刚才多一只桌啊，多一只椅啊，是嘛？以前捌修理过，嘛，咱来去真认真去安尼帮忙来改造的，留落真侪、真侪、真美好的记回忆伫咱的中间。我们不但是听这间教会，听这间教会内面的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我们彼此三听。就说这个家庭是有温暖的，是有清气的。主啊，你将一切不好的来除去，再败坏主你的，主你来让我来清气，让我在这中间像这个新的地毯同款，主啊，一摆让我清新在你面前敬拜你，来保护你的教会，你也要保护我每一个家庭姊妹。听我的祈祷，我的祈祷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谢谢。